中医三大神秘的强壮穴位你都知道吗？千万不要同时按，怕你强看到连自己都害怕了。想要放肆时间迈向20分钟，硬度坚挺有力，与其吃补肾的药物，还不如在家好好调理，每天只需要几分钟经常按一按，轻松缓解肾虚的难题。但是你知道究竟该按身体上的哪些地方呢？今天告诉大家身体上的三大神秘的强穴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关元穴。关元穴位于肚脐眼下是横指的地方，按摩的时候首先要把两只手的掌心搓热呀，轻轻的按压25到30下，再揉按3到5分钟。经常按摩这个穴位呢，就可起到理气壮阳、排湿的作用。第二个是我们脚上的然谷穴，它能够益气固肾，对于男人的痿症、肾虚都有不错的改善作用，而且对于糖尿病、尿频、咽喉肿痛等也有缓解作用。它在我们的脚内踝的前下方，足肘骨下方的凹陷处。每天晚上洗脚的时候，用大拇指按压此处3-5分钟就可以了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气海穴了，和刚刚关元穴的位置差不多，位于肚脐下1.5寸的位置上。关元穴呢，主要是壮阳补肾的，气海穴主要功效是一下焦补元气，也可以补肾气，对于男人的遗尿、滑泻、早泄等痿症都有不错的调理作用。